人吗？沾了一口红的牙，不是沾了一牙的口红。晚上好，友友们，晚上好。我今天眼睛很痛。谢谢睿智的九票，谢谢。哦，我在 PK。我在 PK， 我居然在 PK， 眼睛被咬大包了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好，很难过。今天不唱 rap， 今天没有这个心情。因为今天眼睛被咬大包了，哇！恭喜韩大乐，呜！恭喜韩大乐，今天我唱歌剧的，今天不是唱 rap。宝宝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绿皮大眼仔的九票，谢谢。我在 PK， 我在和谁 PK 啊？天哪，他们都好厉害哦！怎么会和这三个张飞、曹操、刘备 PK 的？因为是冲刺，我在冲刺。张飞是哪个？张飞是张飞是白馨雨吧？张飞是白馨雨。张飞是白馨雨。几号中报我也还不知道，几号中报哎？18号，那不就是明天吗？哦，明天就是中报了，哎，是啊，是我们公演，但我们明天是下午场公演，应该是晚场公演中报吧。中报，
谢谢 Lippy 大眼仔的一票两票，谢谢独搭美少女的九票。我现在看我的眼睛好别扭，好难受。谢谢独搭美少女的十票。不是不喜欢双眼皮，是这个双眼皮太大了，而且还很痛。看着有点疲惫，是因为我这边眼睛睁不开。晚上好。蚊子太坏了，就是干嘛咬我眼睛呢？咬哪儿不好？咬哪儿我都能接受，为什么偏要咬我可怜的眼睛呢？给我咬出来一个双眼皮。谢谢大果粒的九票，谢谢。谢谢大果粒的十票。它不是消不消肿的问题，它是被咬出一个包。其实我也没发现我的房间里有蚊子啊，就莫名其妙被咬了一口哎。我昨天就是睡着睡着，突然摸到了今天，对。睡着睡着，突然摸到了今天的屁股，发现他的屁股有一块毛打结了，然后我就凌晨3点钟起来给他梳毛，因为我觉得他打结这块真的很难受，他打毛打结摸上去真的很难受，所以凌晨3点爬起来给他梳了一下他的毛。我没有点蚊香。我没有电蚊香啊。谢谢治愈卫生的99票，谢谢。哇，谢谢治愈卫生的2个99票，谢谢治愈卫生，谢谢。哇，谢谢治愈卫生的3个99票，谢谢治愈卫生。哇，谢谢治愈卫生的4个99票。谢谢注意卫生的99乘4等于99，99乘4就2，3就27，49、36、98、10，这是多少票？哦，有道理，396票。我觉得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。谢谢注意卫生，我们都要注意卫生。我今天本来想是，我这个刘海真的有点难受，我本来想是说把它留成中分的，但是发现。不太行，
然后我就跳完前四的时候，发现我太丑了，我就下去洗了个头发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今天直过一次播来着？我总觉得我这句话，我这段话说过。对吧？我直播过一次。掉！我总觉得我这句话说过，很耳熟。好吧。我才意识到，我才想起来。我不是直播过不记得，我是没想起来这件事，直到我说了一模一样的话，我才发现。陈千南今天好过分哦，他在直播吗？在直播哎，他今天收到了一个，谢谢来杯西瓜汁的酒票。他今天收到了一个，就我在他前面坐着，他突然跟我说：“肥子，这是不是你的东西啊？”我打开一看，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我今天折，就是 MC2，我们的话题是折纸飞机，就是我飞出去的纸飞机，然后被人用一个袋子装着送给了陈建南，我真的是无了个大雨啊，肥子无语。肥子无语，我知道，我要去问问他是不是把我纸飞机给扔了。我们打赌，你们觉得他扔没扔？我觉得他扔了，你们觉得他扔没扔？要是他扔了的话，你们要赌注是一根应援棒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去跟他连麦。不接我的连麦吧，陈真南，卢建肥，啊，你们怎么在一起啊？什么意思啊，肥子？你们三个怎么在一起啊？你怎么就找陈真南连，不找我和扣扣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四个一起回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三个在一起？你们孤立我！我跟你讲啊，你别找我们，拜拜。卢建肥，把你的麦拿过来，唱会歌。什么？借九片花瓣99票。啊，我跟你们学一下，我跟你们学一下刘天慧跳舞啊。Hello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刘光记唱。刘光记那位朋友，大家知道我们有一首歌叫《迷宫》。完了，刚刚。知道吧？这个动作是这样子的。等会儿我冲这边，可以冲这边吗？可以冲这边吗？可以冲这边吗？冲就冲，你把我冲走是吧？马上来，马上来。这个动作是这样子的。是多少？豪赌是一个皇冠啊？怎么说？就是说你今天收到了我的纸飞机，那你扔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他能赚一个皇冠了？能吗？你没吗？什么？你没有吗？没扔啊。
那在哪儿呢？哎，完了，他扔了。哎，在你那儿吧？在我这儿个鬼，怎么会在我这儿呢？那你把人纸飞机给弄丢了。啊，我们用梦编织一架纸飞机。没有，我找一下啊。你刚回来嘞？哎，你先听告诉我，我说是有好还是没有好？我房间里面有人在睡觉。我不知道，这个是有，这个是没有，哪个好？我觉得是。啊，有啊，就在我房间，我怎么可能扔掉呢？你那个粉丝送的纸飞机，粉丝送我的你的纸飞机，算了，没办法，所以我只能跑出来。感情就到这儿了，拜拜，喂喂，哎，我是说把你麦拿过来，把我麦拿过来，你来取啊，还要我给你送外卖呀、啊？不是，我们三个人在这儿，你一个人房间不孤单不寂寞吗？这首歌很甜。不孤单，我不寂寞呀。啊，不孤单的，寂寞。不孤单也不寂寞，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打坐的时候也不孤单也不寂寞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去找我的小娃。不要。谢谢大家的拥抱，谢谢。我觉得他是扔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他是扔了啦，你们觉得呢？给谁要唱歌？我唱。你唱歌？你要唱歌？你要唱歌？我唱歌。我能一口吃掉。让开，让我坐在中间。哎，宝贝。给啊！宝贝没有穿裤子，小心点，宝贝。让我坐在中间。好紧啊！能不能讲点妇德？你这个人就是什么结婚了还这样？怎么了？下一个。你俩不是那个婚吗？那个不了，行婚啊、哎、行婚你就行婚啊，行婚你不要当真好吗？其实张颖原来是张颖原来是我不太行啊。下一个看一下有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说什么。我居然是 Doctor of Doctor of。 我怎么没有理你啊？我是那种不理人的人吗？ Doctor of Aeronautics、俩文盲真的是。 Aeronautics。 哎，这个叫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吧？就说什么意思吧。 Aeronautics Doctor of。 你别念他，你说什么意思？航空博士。这叫啥？我哪知道这叫啥？我又没买过航空、哦、因为我现在我知道了，他叫航空星际医生，航空宝贝。哎呀，其实我给你带座，听着你们。你，他叫，唱吧那个吧。A little, a little. 什么 ？Air. 好。哇哦。谢谢 I can, 谢谢 I can 同学奖的会员棒。然后再恭喜一下蕊蕊同学的9999个。然后戴眼镜的眼镜的小。我觉得，我觉得。你觉得什么？好、哦、下一个。他家的光好漂亮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比我在我自己房间里。你找一个东西挡住你的腿。没有，我的麦他被韩家乐抢走了。挡住好吗？恶匪。我不。你挡住好吗？恶匪的抢我麦。哇，谢谢56的99票。好、哦、下一个。是我的2个99票，谢谢56的3个99票，哦，谢谢56的4个99票，谢56。是也没动。这个是。我们先安静听一下韩家乐唱歌，唱完了再我再唱，好不好？后九票我算错了。这个的妙心人他是。我今天是播头哎。我今天是那个在往外翻一会儿就是。数不清了。谢谢56的这么多票，谢谢56。黑化后的林品如的头发。
可爱。我唱的好好啊，头发都没来得及做，因为是最后几分钟做的，没有唱来不及。这个麦克风比我花钱买那个麦克风好多了。七三五六，不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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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唱唱。你在拆什么盲盒？就是那个，这是什么？太高级了，俺也去买一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。哎呀，你们是我们忙着呢，我来。coser。谢谢五六。around coser。我真的抽到过。我知道唱啥歌。喊着了，你到底唱不唱？你唱不唱？不唱给我唱。不是，等一下。对，能不能大胆唱出来？啊、会读是会读，但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这也是个火箭 boy。什么队长队？欠你们那歌还在电脑里。呀啊！谢谢 Loki 的投票。给你们唱，给你们唱，我不用他了。之后人开始尴尬了，有什么好尴尬的？只不过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不好意思了。哇，那好火爆！乖乖，你现在连的是我的麦。宝贝，我把蓝牙关掉，你连自己。你就连你的，我的手机在放。对，看下一个啊。歌词有点绕。火娃，等等，最后一个。直播。谁说我不会唱的？唱。哇。谢谢五六的450票，谢谢，谢谢 Nogi 的3票。这个麦连着的是乐乐的 iPad， 他在放歌。这个电器新人，这个脖子上有一个这个胶纸，不知道什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黑皮宝宝唱歌。我们在玩耍。拆完了吗？拆完。一个都不剩啊！有，好像，等一下啊！这个礼物我觉得你会喜欢，带的犀牛啊，还包上了包皮儿。我纸飞机呢？哎，我没有带的犀牛。一架纸飞机。我纸飞机呢？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有一个飞起来哦。还有十分钟我就要大进了，大进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啊。晚上我今天抽到了。你能连手机是吗？我今天抽到了一个。啊，好无语哦。没错。这个，我觉得我那个手机应该是丢在成都了。我之前非常喜欢的海洋馆。从今年过年从成都里面的去隐藏，我的那个手机就不见了，我觉得应该是丢在成都了。这是一个幸运的粉丝，幸运的手气啊！在干嘛？能去哪里呢？这个陈倩楠在拆盲盒，柯娜在抱着一只羊驼讲话，韩家乐我第一次抽到隐藏，这是一只羊，不是羊驼。这是只羊驼了。它这个是前属它是只羊。找不到了呀，我用那个手机不给你们吸查找，我已经很欧了，很飞了。我在下一个直播，谢谢胭脂。下一个啊，让我们感谢这位胭脂，怎么看下一个礼物？怎么卧虎藏龙？送给我们肥宝的酒瓶啊！谢谢胭脂的十票，谢谢。不是这个，不是我们家员工，这个是代理员工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是肥子的还是乐，不知道是乐白子还是乐乐的。那我们感谢这边的 AQ 同学送出的酒票。啊！谢谢春草的999票，1000票，谢谢春草。我来了。什么？400个才能抽到一个礼物吗？谢谢。好，我现在剪刀，我来拆下一个礼物。爆浆啊！你为什么刚刚你说出来的形容词都非常没有画面感？爆浆了！谢谢春草。
好，下一个，我们把西瓜拔出来。我来看一下，我这个是我手机西瓜洒了，被泼了一手机的西瓜汁。哎哎哎，别擦了。谢谢春草啊，谢谢。挖西瓜的时候，西瓜爆汁了。还是盲盒？给我拆一个呗。好。但是这是什么盲盒呢？啊，仓鼠。嗯，一盒八只，这个没有隐藏款，没有隐藏款。就没有隐藏，好像我们家小时候的那个。选的给的两票，三票。我最喜欢这个，看我们能不能拆到这个、啊。喜欢这个，就是个吃东西、那个，然后就是吃东西，把自己嘴。啊，全在那！啊！让我们恭喜陈建南获得了9999票，票票。气泡水的一票，谢谢谢放在河里的鱿鱼的一票，可以。嗑瓜子儿吧，嗑瓜子儿的，好可爱，跑了，仓鼠跑了。啊、谢谢九片花豹的九票，来吧。谢谢午饭又多吃的十票。吃个瓜子儿，脸都歪了。肯定是瓜子儿，那脸都歪了，吃的。那不是瓜子儿，那是杏仁。他喜欢的是这个呀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这个。我喜欢这样，因为你看他这，我不知道这些人乐趣在哪里。反正我对盲盒是没什么兴趣了。你看了这个是肯币的，肯币怎么一片啊？可可爱，哎，我刚才把屏幕擦一下，好干净啊。哦，是。你是我打人了。陈建南打人了。宝贝，韩家乐说陈建南本来就打人，你也知道我有些传言吧？是我的宝贝，就是和尚都打人啊，和尚。宝贝，武僧，哎，武僧，哎呀，把你手机拿一下，我劝你最好拿好你的手机，刘天飞，你这西瓜爆浆。拆完了不快乐。吴家人真的是肥仔的。谢谢 K 的一票，你出家是吧？就你要出家呀？就你要出家呀？我拆下一个，我拿剪刀给你讲。喝多了，一天天的。哎，这给你放哪儿啊？什么呀？他这个放那个盒子里。还关你去了啊？谢谢，下辈子再善良的一票，我谢谢。这个回忆鱼同学他是龙翻几个同那个房间啊，他都不凶，我只是什么哦，这还像是一相框的样子。谢谢肥猫的九票，谢谢。我明天还有一场公演呢。我们 talking to the mobile 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好久没有下午场公演，那下午场公演睡不醒，心如止水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明天是止住眼一个，原本还有一个住眼，但是后面我们那个节目取消了。这笑容好上扬。这个鲨鱼。因为看人打哈欠，就自己也想打哈欠。就是我们学了一个巨难巨费劲的然后完了之后时间不够了，因为没时间讲话了，取消了。那有垃圾吗？里面有垃圾吗？没有。
一会儿谢谢一只冰箱的彩票，谢谢。排一排明天的助演，就顺两边，谢谢，然后就完了。这是个啥呀？上面还有。这是我画的鲨鱼啊。这是你画的鲨 鱼。对啊，然后我画的呀。什么时候画的？我总选画的呀。你总选。然后这个人有帮我美化，哎，但是确实是我画的。你这个鲨鱼还戴了耳钉呢。对。好的呢。好有才华哦。但是我也播不了一会儿，一会儿跟我那个发消息让我去排练，我就得走。是啊，这个很酷哎，这个。谢谢 B B B 什么的99票，感恩。我待会儿要去八五。感恩这个夏天的福利。Oh my god！ 他们都有事情要做。只有我。过那个过助演。谢谢你在这个夏天为我投出的99票，在夏将你记于心。我感觉一会儿只有我独守空房。你可以先洗个澡。画的比我画的。我为什么要先洗个澡？反正你也得洗澡。PK PK PK 加油 PK 加油。对，这是有重新画过的，应该是可以裱装起来。怀里的不是羊驼，它就是个单纯的羊而已。好。哎，讲的很好像，真的。对。我好像没有电了，我好像就90%的电了，这边有充电器吗？有啊，20%。他们说是斗鱼。哇，谢谢阿日的99票，谢谢阿日，谢谢。充电了，但是没多少电了，我只能拿着了。我还要看一下它上次。嗯，男的。装确实是换了。所以不能在下午场那个什么下什么下午场公演是不是？漂亮。不能在下午场公演，我一直在冒汗，脱衣服化妆。脱个衣服不太好吧？你怎么开始脱衣服了？怎么开始脱衣服了？啊！所以明天妆应该不会这么浓，就还好一点。哦，看下一个。这个事情告诉我们，晚上不要喝水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酸。第二天肿了之后，等消肿之后再化妆。如果实在来不及的话，那你只能化浓一点。我晚上几个人睡？我当然哦，五个人一张床是谁啊？哪五个？怎么会五个人一张床？对啊，五个人一张床是哪五个？哇，谢谢阿 Kimo 的99票，谢谢阿 Kimo 的100票，谢谢你。你跟我说是哪五个人？让我知道知道，这是装盲盒的吧？只有我的房间每天都是三个人睡觉，好吧？这是装盲盒的吧？好像是摆盲摆玩偶的东西。要贴纸吗？华锦这段时间不是收拾，这两天不是收拾房间嘛？就收拾他房间的床没有铺好，在我这睡而已。叉叉的我跟他睡半个六月了。哎，我要指大镜了。我和你一起指大镜。出家人叫自己来。不要。看了小马的英文介绍。睡呗。快还俗吧，师傅。但我床真的很舒服。不还俗。还俗吗？还俗，有人在等你哦。不要不要，很容易睡着。谁在等我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戳瞎自己。当着我的面出轨。看，这个其实很低，这首歌男生唱的很低啊。谢谢你。看见了吧？首富到。还有你。啊啊！我怎么了？啊！作为朋友，你就这样。对不起，朋友妻不可欺。没事。没事啊，我觉得不行，我道德不允许。都是我的错，和哥哥无关。我的不是红。是变了色的绿。青云儿，我每天都忍得不行了，你还当着我的面儿。啊，你对着青云每天忍得不行了。有你这么断章取义？有你这么断章取义的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对人性忍忍的不行？等一下，鸡腿换明天站位吗？什么鸡腿换明天站位？什么鸡腿换明天站位？什么鸡腿换明天站位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知道。你问他。人性人对这俩字很敏感。有两个敏感的词汇同时出现了，一个是鸡腿，一个是站位。这种敏感词汇叠加在一起使用的时候，就让人很难受。可以啊，
什么？可以啊，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们在问我事情。你觉得值多少呢？我们的讲价同价。啊，你们怎么在拍卖啊？拍卖什么？你们的灵魂啊。乐乐。乐乐。不要我装。没法唱，没法连，人家这人家乐乐的怕连自己的呢。好家伙，我没有唇毛这个事情是很让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吗？那你扣上没唇毛？有点快，快快快！人家说，我还把这首歌完成了，这别让我唱，别放，过分了。这个现在要化妆，我化妆是不是得刮个胡子？啊，你啊，你有怎么有胡子？你怎么有胡子？什么？张少云有胡子？你们不要告诉别人，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她是女孩子，女孩子有胡子很正常。谁没有胡子？韩家乐不仅有胡子，她有很锋利的腿毛。Sorry， 我也有胡子。我没有。哦，是谁给我发消息？王就住在了医院吧，你这么别人，好，那你就再也不要问我任何事情。我无语了，怎么了？胡子怎么了？胡子也是身体的一部分。没有。谢谢彪彪送的夜蝶，谢谢彪彪。没有胡子。你这个夜蝶是送给我和我老公的，还是我和我和尚？爷爷你和你的和尚，你的道友，和尚道友，送给我和老公的，还是送给我和我和尚的？男装公演啊！我知道了，且等着吧。谢谢憨厚的残废的投票，谢谢。谢谢，别你值得。送给我和我老公和和尚不不行啊，三个人的故事怎么能这样呢？只有两个人，对啊，怎么会有三个人的故事呢？没，手机提示没电了。但是现在几点？我现在最最值得的了，最值得的。夜蝶换韩家乐占位戏。今天买这歌，这歌应景啊！我唱给你俩吧。夜蝶不行，至少得五个用爱发电。夜蝶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。我谢谢。我是一个山区人。哎呦，我们六六的哥哥开始唱男生歌曲了。好难过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。啊，这怎么就是黑店了？太委屈。我靠，这不是？这不是我们亲吻最喜欢的歌曲吗？嘉宾，这歌啊，我唱的不是这歌。叫我喜欢最喜欢什么歌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缺了个配件儿，哥拿出来有一个灯不见了。天肥，给他唱一首。太委屈好吗？太委屈怎么唱？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的好消息。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。我都开始唱歌了，我的妈呀！快跟我一起唱。骗过你。今天我和张也很丢脸，但是没办法，这就是真性情。太委屈。我们俩今天吃完饭，然后走在大街上，我们俩在唱。原谅我这样的想法，只放松爱情。好吵，好吵。他说你吵，哦，你啊，没关系啊。他说你吵，各位就直播的时候吵一下，平常都很安静。他们这么吵，根本就不知道在唱啥。谁说我吵？他说你吵，他说你吵啊，哥哥。对。哎呦，这有巨抠是真的夜蝶。什么？谢谢巨抠是真的夜蝶。巨抠是真的歪屁股，我准备来这边扫。老板要不开心了，缺肚子奶茶。还是当和尚好啊！哦you
谢谢。还要吃飞燕会外地，飞燕会的夜蝶。啊，我们谢谢巨抠是真的送的夜蝶，好吗？白屁股。歪屁股，巨肥怎么没有肥呀？因为咱俩可能还没肥。是不是巨肥的肥不发音呢？你们不伦训练是没被社会所承认的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谢谢巨肥音乐会的夜蝶，谢谢。那我们再次感谢巨抠是真的，就没有那种陈南是和尚这种祝我一下吗？他们三个好、啊，有没有这种江抠独自美丽的这种东西啊？前面是和尚，这种是我的房间，他们三个这么甜合适吗？给我出去！啊，不要吧！给我出去！有没有肥乐的？有没有什么抠肥啦？什么什么抠乐啦？抠乐！什么乐抠乐抠啦？抠乐听上去好抠啊！陈南不爱，陈南也很肥啊！我们是抠乐抠乐抠啦！有没有那种陈南斩断尘缘这种？不行，陈南有个。朱大静，不要陈简南，能不能来个那个什么卢天慧别浪了这种？卢天慧，卢天慧，哇哇哇！这种太过分了。原来我只是个嘉宾。卢天慧不能独自美丽。卢天慧现在四处流行，现在不是独自美丽的时候。哎，总以为自己是在是四处流行，其实。对啊，你们射手座真的是很烦人嘞。怎么了？我们射手座怎么了？还是我们双鱼好呀？我知道了，我就要不喜欢你。什么？你不喜欢我？嗯、对，我们射手最爱不爱自己的人。射手座就爱那种自己得不到的人。等一下，这房间里有金牛、双鱼、射手和我是什么？说吧。给你一次机会，卢天肥，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就这么一次。说错了，要么你走，要么我走，要么韩家乐走。等一下，八月份是什么星座啊？啊？八月份巨蟹吧。见证我的爱情，见证你的爱情。七月份的。然后呢？是狮子座。我是八月。八月份的前奏，七月份的尾巴。哇，谢谢喜欢有爱情送我的夜点。什么喜欢有爱情？又歪屁股了。谢谢没事偷着乐的皇冠。行。心比心，我独美。你和你们三个合。你独美吧。我独美。哎，就行婚也有爱情啊！来来，行婚也有爱情啊！坐我的沙发，你的心让我坐在床脚边边。然后他们在那儿秀恩爱，谁秀恩爱？我可是在做大镜。做大镜是什么？做大镜？什么大镜？就是做大镜，这是我叫大镜，是我的老公。这沙发叫大镜吗？你做大镜？我一定要做一个独立男性的那个好角色。哇，乐肥太甜了的夜蝶，谢谢乐肥太甜了。谢谢你是我的宝贝的夜蝶。有没有？韩家乐有没有？不能歪屁股。我独自美丽。你独自美丽，别送他夜蝶。我独自美丽。我妈还有谁？他说他要独自美丽，第一了。我独自美丽。乐要独自美丽，行。把那个，把他的给肥吧。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。哎，等一下，八月份到底是什么？九二年乐肥应援会吧。啊？还有音乐 ？YYH 是什么？是应援会吗？狮子座，谢谢是不是？谁跟你说我是狮子座？谁跟你说他是狮子座呀？是啊。谢谢乐肥。谁说的？还能是谁说的？当然是我说的。好，这个夜蝶特效太长了。乐肥太甜了。我们真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。谢谢乐肥。都是用风吹，一个星座，谢谢他们出来就散了。谢谢转正二点的夜蝶，谢谢转正你的二点，谢谢。一盘散沙。谢谢 S H 播，谢谢乐肥应援会送的一个夜蝶。狮子座和射手座很配耶。谁跟你说很配啊？就是很配啊！我呸 ！JXY 是张笑颖老公一米二。谁？我老公就一米二。好，张笑颖老张笑
是含着乐。啊什么？一米三的是含着乐。你到底有几个？你看吧，张孝仪命定的老公一米三送的叶谢谢站位站位的叶蝶。怎么张孝仪有命定的老公了？就是我们乐扣乐扣。站位站位。就是乐扣乐扣。What？现在后悔了吧？吃醋了吧？我不后悔啊，没有用了，我只是更爱和尚了。哼，爱你的和尚去吧。今天晚上我连续失去老婆跟兄弟。我的和尚在敲木头啊。我们感谢这位酷酷辣妹，这样说来。我相信你对我美好的记忆，我即将就要实现了。南海顶流不够火吗？南海顶流，谁允许你们当南海顶流了？我现在南海顶流不够火吗？我相信你的心愿，你的爱情马上就要实现了，因为我看破，谢看破。哎，什么？给我老婆跟我的兄弟包了。什么？等会儿别着急，我看一眼。谢谢看破红拳全向南的权杖。人间惨剧啊，友友们。看破红尘，南海顶流毕业了。没有啊，南海顶流。南海顶流毕业了。毕的好啊！我这不是一般的美女，真的，你们都可以在我头顶跑马了。哎，我上次说，上次说我们的巨肥是整个 S H 体量最大的 CP， 因为我们巨肥。好好笑。哪有？谁有能有南海顶流？南海顶流。什么排站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点没搞懂。那我和张莹是最抠的了。对，你们是巨抠，巨抠，抠的不能再抠。知道了吧？巨抠，巨在前面，知道吧？抠巨，巨抠的。巨抠还是抠巨啊？你俩打一架。空哦，明天进谁的站位？南海顶流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你们来荷兰台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站位是夜蝶啊？太委屈。别唱太委屈了。临分手也是让我。人家音乐会的夜蝶都收了俩了，你在唱什么太委屈呢？我还以为你要给我这些什么音乐会排站位。现在气泡水的一票。我还没有答应他吧？在座的人大家都知道，我没有答应他。小欢喜的主演下。那个乔一帆和英子，你是两个夜蝶、我也没有答应你。我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在讹我。我才是最委屈。贾樟柯演那个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的时候，好漂亮呀、啊，能演小龙女。怎么着啊？英子，开门，快点。什么？没看过。哎呀，谢谢！今天还有希望吗的夜蝶？哟，今天太甜了，今天太甜了，不行啊，亲吻人都不在。快把亲吻叫过来！我叫他，我能叫得动他？他是大姨，我不配。和尚也不配，和尚不配。开门。强买强卖，对，那强买强卖。强迫性的买了，让我告诉他消息。开门。他是大姨，我叫不动他。小 case 谁会听？吵死了你们！哎，你不要把你那个支架放进去之后，你再敲盖子。哦、oh, ，sorry， 我好傻。哦、啊，你好文盲哦，真的。你这个智商趁得亏趁早离了。秦雨文和杰哥。谁跟你离婚了？秦雨文和杰哥站位，一个二号位，一个十五号位，你觉得差得远不远？怎么就离婚了？友友们，我被单方面离婚了。换换什么叫你被单方面离婚了？我单方面被绿了，我怎么了？你刚才说，你刚才说，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？你知道吧？别讲了，现在有一个月的路程，就是我的每天行程当中有一个行程。青雨儿都在我头上跑马了，我说过什么吗？我跟他干嘛了？他就在头上跑马。谢谢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字念什么？快帮我看看，快！这个字念……哎，不是不是啊！杰哥是？试试你啊！我忘了。一切为了孩子。所以你是老师，今天来考考我，到底会不会这个字，是不是啊？张天天才23级。我无所谓了，孩子归你。好冷血一女呢。
累死我了，拼的这个累死我了，跳了一场公演。好冷血的女的。张天天才23级就抛弃。张天天都23岁了，他已经是一个成年孩子了，他怎么不能自己生活呢？我起中张天天这种名字啊，这不尊重他的意愿吗？嗯。一句孩子归我，就斩断我们所有嘞。这普通话越来越差，没爱情。江云本来普通话差，但是他呢又就觉得很尴尬，所以立马转四川话。但是我的我就但是我觉得这普通话还可以，我这是一个全国普通话2级甲等。看了，我的普通话比韩教授好多了，好吧？我看了小马的那个自我介绍。我看了小马的那个英语。播到10:30，播到10:30下播了，不和你们讲，也不和他们讲。啊，不和我们讲，为什么你生气了？为什么？我也没讲。表情，不是跟我们生气的吗？有红血丝吗？怎么了？韩家的好笑。抱怨这塑料勺子好能用。好，今天就是今天的开箱。我2分钟就下了，干嘛呀？怎么都下播了？哎呦，我去排练啊！排练，谁催你排练？你猜？哎呦，哦，不是，伤心的人。谢谢陈千南指大镜送的夜蝶。怎么能给陈千南指大镜？贫血。指大镜是什么意思啊？指大镜是睡觉。虚啊！什么东西？明天有主演呢。哦。怎么能给陈千南指大镜呢？快点！陈倩楠还俗，快点给陈倩楠上个夜店，不要还俗，不要，快点让陈倩楠还俗。还是之前小份儿给我的那几副里面的呢。谢谢9988的九票，谢谢。然后发现之前我播到10:30就跟大家说拜拜。小份儿的那个美瞳的直径都很大，因为他眼睛比我眼睛大，所以他戴着毫无违和感，我戴着就有违和感。我是压根后为什么会被暴打？他们凭什么打？谢谢。巨肥9988送的九票，这是我自己的痣。这是韩家的暴揍陈千南送的夜。这玩意儿。哇，谢谢肥猫的99票，谢谢肥猫。有没有？爱你。等我看个微信啊。不是我不哄韩家乐，是韩家乐也没有为我哭是吧？他已经为陈千南哭了2次。谢谢肥猫的一票。现在粉丝把卡粉甩到他脸上。为我哭了，你好嘞，啥脸？我给你来一个。让粉丝找看看，什么都假的。谢谢站位，站位送的皇冠。这个可不是，这个是还那么不美。这个是内痔。哦，对，为我哭过有视频为证。这个点了好久。不是有没有那种啊？就比如说那种。因为你们这边买生柱那种。我告诉你。买生柱，我眼睛不近视，右眼有没有那种买生柱？所以你们应该不知道。就是那种，你比如我跟韩亚乐吵架了。然后呢，我跟韩亚乐吵架了，然后买生柱，然后 ID 就是，那个我的 ID 就是那个祝 ID 为，韩家乐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韩家乐那边叫做，陈楠我错了，我给你下跪，带住了看不见，但是 ID 为，陈楠我错了，我给你下跪，我错了，你没讲过生柱，谢谢这个粉丝，祝你生日快乐，那好像那我要不也给他们。谢谢卢天慧能不能读美啊？他们说点不了，我现在不。你的粉丝说不行，卢天慧不能读美。赶紧去买一本，如果跟美。你说跟卢天慧粉丝说，我们想，但肥子不行。卢天慧也不想读美，卢天慧喜欢和尚。啊？喜欢陈倩楠。倩楠不刚刚说他和尚吗？瞎眼玩意儿。这件事还有谁不知道吗？那亲吻怎么办？亲吻，一起喜欢。我快听天哪！一会儿就去找他。我喝。真的是个瞎眼玩意儿。巨亲。我靠，好难磕。难磕。九片花。我磕巨亲。难磕到家了。我有一天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我有一天为了撮合陈先。我牺牲了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段时间我和亲文就睡在亲文房间的。谢谢 HJL， 好可恶，别和他玩送的夜蝶。谁好可恶？韩家乐。韩家乐好可恶，别跟他玩送的夜蝶。
这本子送的不是我说的。你们说。我哭了。但我也不能接呀。B 站过来的。开玩笑吧，开玩笑的。又哭。要哭了，乐乐，赶紧哭，哭大声点。谢谢 ID 为巨肥一起指大镜头酒店。哭大声点，我看看。啊，真哭了。谢谢砍豆的一票。他真的哭了，他真的哭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等几十年后，这个视频要被。取陪我。几十年后，这个视频就被翻出来，我们再吵架说。那天你又被他搞哭了，然后说我们说什么时候，然后粉丝又开始把这个 cut 剪出来。今天韩家乐啊，给我看以前他给我搞哭了那个视频，谁把谁搞哭了？乐乐怎么最近像一个爆笑，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？你变成了爱哭鼻子的。Oh my god！ 哦，乐乐，不要和他玩了，叶蝶。谢谢点点。谢谢，不要和他玩了，叶蝶。小丑就是我自己，好可恶，不要和他玩的夜夜。你是指啥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是因为什么？你是因为这个哭的吗？是。真的吗？不是，又那是因为什么？原来的那个朋友。天哪！是吧？阿飞。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！你哭了没？哭了。谢谢，爱你们巨肥指大镜，看到哥哥的怜惜吗？我就说了，我说哭就哭吧，你谢谢爱你们春风又绿哥哥，哥哥，一票，谢谢哥哥，天差饼，天差圆饼铺的哥哥，你喊我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现在以为只有大家会喊我和尚。谢谢，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？谢谢面面。怎么了，哥哥？没想到就是你粗犷的哥哥，我比较喜欢。怎么了，鲁智深弟弟？你说鲁智深弟弟啊，原来眼泪才能得到哥哥的疼惜。谢谢天 CQ 人还俗吧的99票，不要。那你也哭一个，我也来。不是，哎，肥子你不要酝酿什么东西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表情？不是那个，谢谢。贵了，别哭了，乐乐。没有，乐乐，你的那个沙子进眼睛里了。哥哥，充电下。你以为没停好？哎呦，你的不要什么？谢谢 EXEC 零 MM 九票。真的没有，你不还俗，我们就要。谢谢费时间的夜蝶，谢谢你。EXEC 零 MIO 的一票。我哭戏，我怎么了？我不要还俗，不要。我也不要为了，这是在开玩笑。谢谢天差圆饼铺的一票。我也不要为了争夺别人的宠二位，宠二。我知道你还是想争夺的吧？妹子，这怎么连啊？妹子是觉得我在争宠哭的。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也不要为了争夺别人的宠二位。哭了。哎，妹子不出来了。喂，韩家乐，他说前男好可恶，别跟他玩，一票什么意思？你是因为给韩家乐弄哭了啊？没有，开玩笑。没有啦，真的开玩笑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刚刚这个和尚突然开始唱 rap。哎，冰麦的。不是，你知道吧？做我的皇后本人。他还真不是做我的皇后。冰麦鞭炮做我的皇后。哎，冰麦比他当哦，是这样。一瞬间看见肥子的表情，仿佛看到那次他拒绝我连两次连麦之后，突然一样不知所措，又充满了迷茫。哇，我真的。没有哭，没有哭。哇，露露又在哭啊！那个，哎，那个又在哭，那个又。我觉得我是被气的。我现在看前天难去了，我现在看韩家乐哭，就是在像看动物园一样。这是我的一本书。哎，我们张莹，你可以模仿一下那天那个韩家乐哭，你在吗？张楠又，我要气死了。来，乐那个肥子也在，来那天开始是这样的。前面让我滚。就是我和韩家乐干了一件坏事儿。
然后主动去找陈建南承认错误。当时陈建南躺在沙发上，然后我就跪。不是，你想一下，你心情很差，你躺在沙发上，你心情很差，我觉得心情很差，你躺着休息一下。就说一个肥子突然出现，哎，陈建南，他是给你道歉，我说没事，肥子，你回去吧。韩德乐，哎，陈建南，哎，先是肥子，肥子先来了一次，肥子说啊，陈建南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巨抠永远热烈的酒标。现在进去房间给我补上，不然我也骂你歪屁股。然后呢，肥子在我房间，天哪，对不起，我说没关系，你走吧，肥子，你快走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又俩人又来了，感觉像是肥子把韩家乐架过来一样。然后架过来之后，然后又开始天哪，然后乐乐说，哎，天哪、哎，那个我想说的是，哎呀，其实这件事情，哎呀，是我的不对，我当时就本来就是心情很差，人一波一波来，心情很差，我说走，给你三秒钟，滚。然后他俩在旁边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他俩就你想想，一个房间非常昏暗，然后我三个人坐沙发，两个人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然后我说走，然后他们俩就走，关门了。不是，关门了之后，我的视角，我和韩家乐一出门，我俩还在笑，陈建南刚才说滚。而且他俩很好笑，他俩在门口这样子，他俩在门口，我在门口，他俩走了之后，我还在房间里这样子静坐，然后就听门口，他俩还嘻嘻哈哈走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然后就走了。我在房间里，我说这俩是来惹我生气的吗？啊，人已经很生气了，有两个人在我面前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，声音很大，然后好像哭了俩三小时。没有，我没有哭，肥子见证是不是？我就当时老刘问我一句的时候，我难受了，我就哭了，然后后面就没有哭了。没有啊，再来问我的时候，你哭了好久。没有，我让老刘去看韩家乐还有没有再哭，然后老刘就说我进去时候没哭，我一说陈建南找你，他就会哭了。没有，哦，对，是就是本来没有哭的，但是老刘一和我讲话，我就眼泪就滴下来。想到老刘是你妈妈，一见到妈妈那么委屈，对，就是委屈。谢谢能给他20元吧。看我都没哭，我很久没哭了。没事，还不会哭呢，没事，快了。没事啊，对不起。哎，这个麦克风比我那个麦克风好多嘞。哦，是吗，和尚？你和我一起吃大劲，我就送给你。我不要，我可以自己买。我不要，啊去。杯子的，哎，谢谢。不是，我当时拿自己酱的酒片啊。我当时真的很快乐，我是说，陈建南让我们滚。我当时也是。韩家乐就，他们模仿的更像。是消失在那个冬夜的夜蝶，谢谢。我都会甜茶圆饼，会像肥子那样刚好，就像我刚刚嘴一瘪，然后眼泪就下来。对。我不会刚好的。我也不会。不会这样，我只会极度悲伤的时候会这样。刚刚谁说陈？哎，你不直播了？刚好。我关掉关机了都，我还去排练呢。谢谢读每一秒的酒票，谢谢。哦，一票。我真的好主动，我只是没有啦，其实我遇到真正喜欢的人才不会这样主动。酒票，换酒票，好，那不要哭了呢。我没有哭了，你不要老说了，越说越烦，烦了我带我气哭了，我跟你讲。谢谢甜茶圆饼铺的一票，那个不要哭了。气死我了。我下播就揍陈建南。谢谢桃子味的阿蛋一票，我亲了好久。谢谢 AKA 硬糖肥宅的一票，亲了好想给你投票，呀呀，亲了好想给我投票，哎呀，去尿吧！你要吐了吧？我是今天也好盖被放假集训班一票。接下来你什么时候下播？马上。谢谢哥哥张元九票，粉丝送我票了。你呀，也谢谢何哥啊，这跳已经谢过了。也谢谢夏日梦十一片。谢谢一只冰箱，谢谢一只冰箱的酒票，谢谢。哎，怎么了？谢谢冰箱的一片。AWES。你可以一次性送完吗？谢谢。怎么了？火电啊，不然走了就门口就关机上去了。你可以吗？鼻头红红的，因为我刚才笑的时候捂住了脸，捂住脸蹭到了鼻子。哎，谢谢哥哥江源酒片。粉底被我蹭掉，我的红鼻头就。甜茶圆饼铺一片。肥宝，你可以一次
肥宝并不用排练，因为肥宝没有蛀牙。是我女朋友是最美的一片啊。没有经历。这是我嗯试试看豆子纸片。写 AX 的一票，写 AX 的一票。对，我待会去排，去排我。你才是摩尔。是深坑可乐的一票。为啥要跟直男的约会搞？我这样讲话好累。直接 bran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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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的纸片。只是我磕了一片，打钱还是打架吧？谢谢养猫的奶茶。我们都没有人请肥宝助演呢。谁说的？我也没有。谁说的？我没请，你们俩是吗？谢谢铁砂掌与你们的 Sorry 啦，和尚。你确实请了我。我们结束吧，我们唱一首歌就结束，好不好？谢谢奶茶姐，给我唱一首《太委屈》。太委屈。只会一句。只会一句。谢谢谢谢三碗可乐的一遍。谢谢养猫的夜店。谢谢养猫。我们来唱一首。谢谢陈奈玉片制作一号机的一遍。Oh my god。吃和尚，不一油的一片，套油哦。什么有油？谢今天好该被放进集训班一片，套油。好长一点。谢谢肥宅钻石中的竹片，谢谢肥坑永不离婚的一票，谢。确实不太爱了，人比较喜欢爱那种清冷的和尚。肥宅中的一片，这种比较油腻的 rapper 不是我的菜。我是谢植物 Alice and 北川 and Julian and 棒。没必要吧？谢我爱莫的一票，没必要为了逃出我的魔掌做出这种行为啊！你们刚干嘛了？就我没注意这会儿功夫，你们俩干什么？你喜欢我哪一点？我改。谁？对，你喜欢哪一点我全改。我喜欢你不喜欢我。改吧。我不改，我不喜欢。怎么这样套路呢？你们俩在套路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我很真诚的，像我这种和尚。和尚。花和尚，欢迎给老衲放个风筝。风筝。有一部耽美小说，名字叫做《给老衲放开方丈》，我就不敢点开，你想象一下。我怎么磕剧情的？我忘记我刚刚要说剧情什么事儿了。给老衲放开方丈。我忘记我刚刚说剧情什么事了。不要！啊，下班和尚。哎，我刚准备说你们俩什么事来着，陈楠？你说他们俩。是打不上手嘛？一边啊。你看，他逃避，哦，我睡清，是找我上上上上的纸片，为了给他们俩创造机会，知道吧？我睡清语文房间，然后为了给他们俩创造机会，你睡清语文房间。给大家唱一首。我，然后我去舞蹈房。张玲想听什么歌？张玲。我的手机。太委屈。太委屈，你委屈啥？那陈楠在逃避，我就不好讲了。陈楠，我逃避啥？你说，你说吧，听听我这和尚能有什么故事？没有故事。嗯，你说。就其实我是去你房间找我的事儿。是凌晨那次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乐乐的照片啊，我给他创造机会，因为我那天手机没电了，你哭了。你哭个鬼！哭！你眼睛都红了，乐乐，你看他又在转一个弯，你看这个人他又要气我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想看我听我唱这个 Coco， Coco 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 Coco， Coco 哭着。哦，不要哭， Coco 救我！ Coco， 不要哭！我年纪疼了。Coco， Coco， 你委屈啥？你不要哭。滚！对呀，我眼睛好像红红。Oh my god！ 你哭啥？我没哭，你看有病吧？我玩个手机，他也终于哭一哭，他也终于他哭了，他哭了，你看我干啥？这样男人就很贱，我前面
对演技有什么那种有什么意见吗？嗨你们要是你要是把线给我留长一点，我至于低着头玩手机吗？原来只有流泪才能获得大家的关注。像尘烟啊，一望无际。好，我们合唱最爱唱这首歌。再哭一个，合唱最爱唱。你哭不哭？你不哭，我骂的你哭。你骂我听听。啊！粉丝，快听一下《对内欺凌》。啊！你倒是哭呀！我这不是在哭吗？你哭起来怎么是这样子？谢谢玫瑰花，谢谢普通小吃的夜蝶，谢谢。真的就是哎呀！普通小吃的夜蝶。哎，好了，最后不是我们家输，拜拜哈。该抢了这个麦。那我和肥子太强了，肥子只来只打雷不下雨，我是下雨不打雷。我走了。别，马上关了我们。不去不去呀！就我啦！不行，都到了，就等我了。肥子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。让他等啊！真的吗 ？Yes, baby。那我就待会儿。他一会儿问我为什么不去，我说肥子不让我走，然后八不来了，手机没电了，把手机放到他房间充电去了，然后我就挨着。你这样好厉害呀！就能把人滚到。我在沈阳南屋，然后就去沈阳南屋找我。然后他把自己手机充电，我也找不到。我准备去找青雨的时候，我又找不到青雨文。然后最后我在走廊就看见青雨文、陈建南两个以非常奇妙的 pose， 一个摁在走廊这头，一个摁在走廊的这头。还有这种事？一个摁在走廊这头，撑着枪，一边摁着手机，嘴唇的一点。然后我就听见，隔着很远，我就听见韩江乐呢。陈建南说：“我怎么知道韩江乐在哪？”青雨文说：“韩江乐不见了。”然后我说韩江乐呢，去帮你找啊，没有韩江，然后韩江乐在那边，我在这儿。对，然后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陈南说青雨文非说我在陈南床上，不信，把陈南对，那天凌晨4点，我在房间收拾房间啊，突然一个人影出现，把我门打开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他找，我怎么能白说啊？他说他要找韩江乐，我说韩江乐不在我房间，韩那个青雨文好像是就是已经困到一种境界了，就不知道是怎么迷惑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房间韩江乐。韩乐在哪？我说韩乐不在我房间。他说不可能，肯定在你床上。我说我床上，我床上。我说你看看吧，你床上有个鼓，有个鼓包。我说你去看看吧，你看，哎，真没有啊。不是，他是说的，我床上没有啊。他说那鼓包的那个不是，叫他把被子掀开，什么都没有，好好笑。然后他俩在我房间待到了。凌晨早上7点嘛，然后他们俩目睹了我拍那个高粱椅，谢谢 SH48 腿毛酱的一片啊，真的好好笑。对啊，故事线完整了，因为我那天就很晚了，我在8:05，就是在8十字院的舞蹈，然后手机8没电了，我就拿 iPad 手机放到青雨文房间充电，然后我8了一半，我发现不太行，这太晚了，给青雨文说一声吧，然后去看他，发现他的手机在充电，然后他的人不见了，我就去找他的人，找不着，然后就从那边走到了这边，就听见他们俩在聊天。拜拜，你拜拜了，给大家唱一首《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》。拜拜，真的好好笑，哎，真的好好笑。当时他们俩的 pose 在墙上，在走廊镜头非常好笑。谢谢票让你抽。我也觉得大家房间灯光不错。谢谢前男粉丝们，拜拜。下播是什么？全都下播了。因为青雨找不到我，他以为我躲在床上。OK fine， 那我也下播了。真的，他们俩手都各自趁着墙，拜拜，很好笑。再见，再见，大家晚安，快睡吧，我要去扒舞蹈，明天见。虽然我不用扒舞蹈，我也不用排练，但是我可以和和尚一起指大镜。拜拜。再见吧。Bye bye, you, you, more.